只不過係角色嘅設計啦。咁啊，但係再經過幾年之後咧，我已經越嚟越厲害啦，因為。都係喎，因為始終係啱啱係獲得最佳。歡迎曬嚟到呢度咧，不如俾我。仲有應該兩張唔該。我觉得最佳编剧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其实剧本啊整个故事的剧情是一个电影的电影。原来都有新人入面嘅，咁啊希望啦，从呢个电影咧都有提名啦。但头先我哋话好见到啦，呢个咧系我哋今晚嘅其中一位嘅得奖人，有我哋今日嘅 AFA Next Generation。这是第一次来澳门，然后第一次来听。好啦，的而且确啊，唔单止系个应受性啦，先生同埋阿仔啊。兩父子王子桓兩個喺度啦，柯家棟啦，頭先你講到你讀報，即係如果俾你揀嘅時候，揀選方法咧，放心啊，放心，我哋進行咗平衡佢呢件事 ，OK？ 我呢個報告，參加呢個電視亞洲電影嘅終身成就獎得主樹木希林，佢話：咦，我想試下煮喎，我煮咗成晚。翻仔點睇咧？我睇個非常之好、非常之繽紛嘅一個。지금이제최근에는한국영화이라든지영화인데그것보다도중요한건고맙습니다여기请先让我们现在媒体来动 and the director.About 2 days, and then, yeah, 这次你是也是作为这个名片的评审之一啊，不如对我们。Thank you very much.